Let's go. Y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ta have 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I was built to last. You move slow and I move fast. And that's facts. Only I can make a change. Slowly take a step today.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Cause that's what it takes.这边哦，南投的鱼池这里，然后就是找朋友，他就想说顺便钓一下拍一下，啊这边就有两家，那国宝今天是在多青海钓虾场哦，那他的对面就是雅虎哦，那既然来了，这两家国宝都顺便拍一下哦，我们钓两个小时，在多青海，现在在多青海哦，那。 下竿了啦，哦，那我们就两个小时，好，那试看看两个小时能钓得怎样，哦，那继续看下去吧。很肥耶，很肥的母虾。 简称老母虾。嗯，你也给人家吃了鸡肉了哈。人家只要刚靠近就可以打起来。嗯。再靠了就被我打起来。哦呀。 也是得打对吧？那你们赶快的吼，招人家钓就怕钓了吼。哈哈哈。啊，怕人怕你打吧。对，我赶快的。
掉了，没打了。母虾哎，母虾，那个片比较大的就是母虾。进账，放枪两次之后进账。他多钱来这里哈、哦，他们就是老板很坚持，他会开着车子去载虾子，所以他营业时间比较不一定。哦，比较不一定。啊，有观众想来的，哦，经过想过来玩一玩的，你要先打个电话，哦 ，Google 一下那个多青海的那个钓虾场，然后打电话问一下他们的营业时间，哦，啊，营业时间就是老板把虾子带回来之后才会营业哦，啊，他们把虾子放完之后就结束了，就关门了，就没有营业了，哦。有要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要先打电话问一下哦。对啊，你话问唔对啊？看虾子多大？啊，所以反驳归家，继续的。啊，两条线吧。嗯。有号了。出进去一点啦。吃好吃满哦，吃到嘴巴流再吧。嗯。嘿，吃一半，打到脚脚，打到脚脚，脚脚，对啊，对。打到小脚脚。哦，有。哎，过分了啦！为什么你那都有号，我这里都没号呢？有啦，你看说完就有了。二段。打。你把书放。正起来吼。乱七八糟。那么，母虾真的是很大吼。嗯。那么母虾虾体都蛮大的。老板可能去那边带虾子的时候，顺便挑虾子的哦。一只一只挑。那虾子都蛮平均的，重平均，不会说一下大一下小。来，套完了。套来个啥？我是说这样。打到雷达板的，雷达板哦，打是什么挖哥位置？看一下，哦对，雷达板哦，打到雷达板。我好像又有号了吗？有哦，好歌中哦。多爆了。这也是母虾吗？这只是母虾。它母虾肚子比较厚，它公虾这边比较浅啊，比较没有水。他没有卖小，很好。对，没有卖小。然后呢，运动饮料是这种。我刚刚跟柜台那边有稍微了解一下哈，他们这边如果人比较少一点的，钓客比较少，哦，只数没那么多，
肝素没那么多的时候，它是整点放下，哦，它是整点放下。那今天国宝来的时候，它是半点就放一次虾，哦，它是半点就放一次虾，哦，然后它是人多的时候，它会加放，就是半点会放一次，哦，人多的时候，哦，它正常还是整点会放出来，对，好、哦。你想要给他放欠，我得之不易的讯号。好好，我再来一次。哎呀，又掉了。他倒下很帅气。嗯，动作利落。嗯。打到雷达板，又是雷达板。还有这么多人还打到雷达板，五虾。无色水深，哦哦，老母虾，老母虾了，老母虾。哎，就是一个灯。哈哈，吃得很喵。灯配什么？木木中学。都很粗啊，母蟹都很粗。抓的平均吗？嗯，它没有那种大小只的问题。不要说大小差太多了。对。你看，满满的蛋。老板去载虾，应该是有稍微挑过吧，不然他们家的虾子的体型都很平均。都雷打的，今天虾子不怎么吃了，都雷打的。嗯，这个也是母虾，因为虾体都很平均。嗯，他们这边呢、啊，池子啊，它从这边比较浅，哦，这里比较浅，然后慢慢的往深的方向，就是往柜台那个方向，就会变得比较深。哦，那我是比较建议啊，就是用长短钩可能会比较好钓一点，哦，因为天平就是两个钩子比较两个钩子要比较平衡一点，那、啊、你现在量这里是刚好，这边就变坡，然后这边就变跳，哦，从这里国宝的左手边到右手边，大致上它这样，哦，它这样。甜品也是能钓，也是能钓哦。有要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这一点哦。水深它是从厕所这边比较浅，然后往柜台那边就慢慢的深，慢慢的深哦。要记得哦。
打法。哦，雷打法。雷打法，然后也要听一下。哎、欸。嗯。哎、欸。老板，你在追人？那是被你超车。哎呀！摔下去了。哎，正吃的。因为难得，吃到嘴巴里面。你那也。难得正吃的。对啊。一百，你好，小工，要证明他是动儿子哦。你好啊，你要跑，然后摔下去，证明他这边是动儿子，有小工了哦。嗯。耶，下课加正式。整个都落晒了。不会啦，阿宝的还好。阿宝多一点点。国宝落晒，阿宝还不错。阿宝赢了，阿宝掉十一只，我只掉七只。我那个位置坐着的，两个小时出没几次号。啊，今天大部分的行军比较多。行军在蛮多。大部分都行军，都打雷打板的，阿宝又打到阿宝又打到脚的。打到脚，打到手背都有。对。啊，这个没办法讲啊，因为有时候天气的关系什么的，这个都会有影响到的哦。那今天在。跟阿宝来到埔里的八德路的那个什么多青海钓虾场，对，好，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然后记得帮国宝订阅，好，拜拜，帮他订阅一下，赶快破千，嘿，赶快破千就可以抽奖哦，对，我就要去准备礼物了，好，影片就到这，拜拜。